连把杀量灌在了 XP 身上，杀量是够的，但是最后 一滴 血反而是被 Pro E 给带走了。但这个压力很大，他叫人够了，没办法，这边的话 Heroes 扛不住伤害，被克里希直接带走，就连星星也是倒了下来。 那零三二在后方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个伤害，这个雷魔在压了起来，但是芬达是瞬间被秒杀掉了，零三二也是被融化掉了。特别这边的留他，好 ，OK 的好扛，一个卡他对方三名成员之后呢，后面这边的话，女超人下了大绝，直接帮助自己的队友做撤退。 直接卡开对方的成员，让正战人有一个好的空间可以做拉打。但是侧面这边过来的话呢，Bagan表示我也有兄弟，大绝下下来守护一桌，位置很深。侧面这边的话呢，已经被秒掉了。星星倒下是中路，但侧面这边的话呢，开出敌方之后，SD2被比较伤害之后呢，用皮往后拉掉，这边这边想要走人，但是没办法 ，Disposal 也是倒下了。来，差不多的话呢。 直接用威猛后拉掉，这边可能看一下，就中到中路直接被打得很惨。哇，超人这个进场直接推得很漂亮。这边的话呢，瑞德想要做猛的往后滚，之后呢稍微点一下，之后大拳就射出来，但是的话呢并没有造成太好的效果 ，Brownman 倒掉。 而在阿罗的话，开启了防护盾，刚刚之前都带走人了，而且前方的话，瑞克还没办法被帝君一棒给收掉，所以逆转开往起身，一样还是倒下了。龙面再跟上，再往前推一个爱的拍拍，校正一下位置，逼出的是被刺客的瞬移，克莱斯人面战车退了出来 ，逼 出的是太阳的万象，但侧面的话，草林来了，小鱼的话成功收掉了，已经把 AC 的三名成员带走了。